哎，美女介绍个当红女歌手，苏小琪，她在找一个贴身保镖，价格很诱人呢。这妞出这么多钱，哼，一定不好伺候。你公司这么多保镖，干嘛找我？你不觉得重金聘请我们这样的专业保镖去保护一个小歌手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？到时候。 他的保镖一定会随行，千万别轻敌。这个人不好对付。我会等待最佳的时机，一击即中。这个人，你觉得眼熟吗？也许我们前世见过面。韩冰到底是谁？15年前，是他出卖了你父亲。